你们来干嘛？玩儿还挺开心的。哟，这店真不错。哎，你说，我们要是有这么大的地儿，弄个酒吧，那该多好啊！是不是啊，凡凡？我问你们俩话呢，你们俩来这儿干嘛？是我让他们来帮忙的。悠悠，你觉得这俩主能帮咱们什么忙啊？沈怡悠悠是吧？不好意思啊，那天我生日，我们俩都喝大了，光顾着玩也没有人照顾你，不好意思，你别介意。陆雨纯，你叫我纯姐就行。我经常听他说起你这个好朋友。听好了，他说经常听我提到你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。现在可不光是好朋友，你给他俩介绍一下。雨纯现在是我女朋友。林子婉，你说什么呢？你再说一遍。他刚才说你们是好朋友，你说你们俩是男女朋友，你拿我跟悠悠当傻子玩呢？啊！我说这位帅哥，我跟凡凡认识这么多年，确立关系也就这么一两天，你怎么这么激动呢？叫谁帅哥呢？谁是帅哥啊？我有名字，我叫刘大良，我见过你，你没见过我，知道吗？真的？是的。悠悠啊，你既然是凡凡的好朋友，他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。我这人没别的优点，就是为朋友绝对可以两肋插刀。谢谢。谢什么呀？你还谢什么呀？告诉你啊，还有你，赶紧给我走！别等我揍你们，赶紧走！哎，你是这儿的装修师傅吧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们俩好心好意来帮忙，你是不是想找茬啊？我就找你茬怎么了？我就找你茬怎么了？啊？他谁呀？他俩是来帮忙的吗？你看不出来他俩干嘛呢？他们来也是好意。悠悠，你是不是找罪受啊？这都什么样了？我们只是普通朋友。咱们走吧，这戏演不下去了。给我在这儿待着，说好了今天听我的，戏还没演足呢。不准走。啊，欢迎你加入我的画廊。那我们开始吧。知道相爱没那么简单，两个人的爱来来笑一个啊，就让我们两个茄子承担。现实中太残酷太难，想要舍却中隔不断，努力再多一点，就再没有人能将爱去打败。我不管天崩地裂，何年何月，到地球毁灭，只要你每天醒来在我身边，那才是永远。说好了，不管哪里，任何的世界，都请不要走太远，就让相爱。完全背不下去，怎么办呀？下周就考试了。刘小乐，你没事吧？复习个历史也能戳中你笑点。啊？哎，你跟我说话呢？我想事儿呢。话说，吃笑是女人恋爱的特征，你是不是谈恋爱了？谁说的？我跟谁谈恋爱啊？
还能有谁啊？那个富二代唐佳一呗。怎么会呢？我可没有，我可不能和他恋爱。不是最好，我今儿还看见他一个女孩在一块儿呢，正在想要不要告诉你呢。你说什么？看一个女孩她逛街？她和谁啊？你在哪看见的？你那么激动干嘛？我今儿在商场买鞋的时候看见的。哇，那个女孩子嗲的嘞，想想都受不了。好你个唐佳怡，又和别人去逛商场。哎，刚才啊，悠悠，有些人在那玩自拍，现在不知道一人跑哪儿玩去了，还说来帮我们干活，干什么活？谁说我没干活了？我干的是高级脑力劳动，来。甭看，不就是破企划书吗？直接说得了，你吃饭。这是开幕酒会的具体流程，姐们儿，我可是设计界的人才，好吗？里边有嘉宾，还有媒体的名单，我都弄好了，专门设计的请柬也已经拿去印了。最最关键的就是当天所需要的音响还有投影设备都 OK 喽。行了，打几个电话的事儿有什么好显摆的？我可不比你了不起啊，你个吃货。为什么要准备投影设备呢？问你们呢。悠悠问，那天为什么要装投影仪？啊，这个开幕酒会当天不是有那个慈善募捐的环节吗？我准备在那个时候播一段聋哑儿童的公益短片，搞点气氛。宋凡，帮我谢谢他，他想的这么周到，我很感谢他。又说谢谢你，想得很周到。悠悠，你别客气，你千万别跟我客气啊。瞧瞧，这才是明事理人说的话，哪像某些人啊，就是一只猪。